来，这位，这位，来，干嘛呀？偷拍我？你还说你没偷拍？你明明就拍了！你给我看，你这老色鬼，是不是偷拍？你看。你听我解释，我认识上市公司老板三十多岁了，到现在从第九准备去拍照，然后再往里看。来来，你这位，这位。我们听说学校的女生经常对您进行骚扰，特别以该校的校花为主。她们经常到您的门卫亭来跟你聊一些私密性的问题，有一次还装晕倒，硬是要大爷给做人工呼吸。对于这样的情况，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？那肯定是我臭不要脸。是司机小王吧？待会儿啊，你就不要开那宾利来了，你开着那奔驰来接我啊，我还有20分钟就下班了，你要快点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别别别别别！你不要拍了！你看，你看，这人都晕倒了！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快叫救护车去！哎呦，你看看这个人呐，这长得帅，他也烦呐！造孽！哎，大爷，哎，你抽烟吗？抽，一天两包。你喝酒吗？喝，一天两瓶。都没人管你吗？管我的大夫都死了。啊！我每天都要看妞，没有别的想法，只是为了我的心情愉悦。爱看异性，这是人的天性。Nice.